公元770年，周平王由陕西迁都河南洛阳，东周开始，即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有学者冷静地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期。这个时期，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才可使弱国变成强国，小国变成大国。一个人才可成就一个诸侯的霸业，可使三军望风披靡，可使他国心惊胆战，可连续攻灭或吞并他国。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大批仁人志士支撑着天下的兼并战争。史学界认为，春秋战国共424年，这400多年漫长的兼并战争导致各国急需人才。为达到招募人才的目的，各国都采取了后招游学的政策。一时间，在思想界形成了诸子风齐、百家林立的局面，这便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百家争鸣。杰出人才接地涌出，这是一长串名垂青史的名字。老子、孔子、管子、孙子、子产、墨子、荀子、韩非子、孟子、庄子、邹衍、公孙龙子、苏秦、张仪等等，一个个或胸怀治国强国大略，傲视群雄，纵横天下，或思维超凡，理论精妙，口若悬河，以儒道法莫名、阴阳纵横、兵农杂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为中国文化书上了辉煌灿烂的一笔，为中华民族形成卓尔不群的民族性格和极具特色的思想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最终形成《黄帝内经》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诸子百家深邃的思想是整个人类的巨大精神财富。春秋战国时代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就是中国思想界在诸子的推波助澜下，沿着广阔的地平线奏响了无神论向有神论挑战的序曲。在医学思想上则对巫术制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一个个绚烂夺目的思想大师奋力荡涤笼罩在生命科学上空的阴霾，令生命之光由巫术的重重困扰中穿射而出，为《黄帝内经》的诞生准备好了最合时宜的产房。公元前554年，郑桓公立子产为卿，子产便开始了20多年的执政生涯。作为春秋时代有名的政治家，能使处在晋国、楚国双重压迫之下的弱小郑国获得安定，并受到齐国的尊重，能在众多的风云人物之中独树一帜，可见子产的智慧和能量。子产说，疾病
是由于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就是说，疾病是由于饮食不当，由于大喜大怒的情感波动，由于沉溺于女色所造成的。除了郑国的子产以外，还有齐国的大臣晏婴。齐国国君生病，齐神保佑。晏婴则认为疾病是由生活所引起，求神是无济于事的。有学者认为，真正将医术和巫术分离，并使医学摆脱鬼神羁绊，获得独立价值的大功臣，当推春秋末年的一位名医。约公元前500年，渤海郡一个男婴孤孤落地了。这是中国医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情，因为随着这个男孩的诞生，中国便有了第一个真正敢于与巫术较量的专业医生，这就是齐国医生扁鹊。有学者考证，史记记载的渤海郡正即今天的河北省任丘县的茂州镇。也有学者认为郑指今天的山东汶上县。孰是孰非暂且不论，我们按头一种说法来到河北任丘县的茂州镇。朔风一阵阵迎面扑来，携带着少量的沙尘。荒凉的大地上，茂州古城犹存。古城的城墙尽管伤痕累累，但依然顽强地挺立着，似在无声地向我们诉说着一段遥远的历史，诉说着一个永远不会消逝的故事。据史记记载，扁鹊曾与一位名叫长桑君的人相识十余年。对这位长桑君，扁鹊有一种独特的感觉，故一直恭敬礼遇。一日，长桑君招呼扁鹊私下交谈。长桑君说，我年纪大了，但我有一个近方想传给你，你千万不要泄露出去。扁鹊回答，我一定按您的要求做。于是长桑君从怀中取出了药和书，交给了扁鹊。他说，与草木上的露水饮用此药，30天以后你就知晓怎么回事了。说完，长桑君忽然不见了。扁鹊依照长桑君所说，服用该药30天后，他猛然发现他竟可以透视墙壁，看见大墙那边的人。再看人时，人的五脏六腑，人的体内病变病因，清清楚楚地尽收眼底。当然，这一段似乎神话的色彩浓了些，但作为闻名天下的大医生，他却实实在在地经过了长期的医疗实践，积累了大量的治病经验。举世称奇的中医望闻问切四大诊法，不能不与他有着极深的渊源。河北任丘县的百姓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扁鹊的，似乎人人都能说上一段扁鹊的故事，这给了我们一个印象，
一位伟大的医生在人民的心中是何等崇高。张老师啊，就是扁鹊是，就是他的故乡是在咱们茂州啊。扁鹊的祖籍茂州人，生于公元前五世纪啊。当时学医也在茂州学，他是在茂州学医，周游列国，后来成了我们国家名著遐迩的中医，也叫名医，也叫神医。对，他创造和发展望闻问切血脉法在茂州形成，也是哦，在茂州形成的。他医德比较高尚，医术比较精湛，对穷人治病，精心治疗。你像那一个道姓，是在天间地头南漠，人家贫苦大众嘛，那现在说从不收费，这是一个。另外他斗村串巷，天间地头，治病救人，救死扶伤。那一位是给他母亲治好了病，河北盗写他的一个传的那个造像啊，那是写的，这都是我们的，都是那是那个盗写的。对，扁鹊开创了望闻问切的先河，其诊断之准确犹如透视一般。他悬壶济世，周游列国，为大众百姓治病除疾。他深明脉理，擅长五官科、儿科、妇科。史记记载，他过邯郸为妇女治病，过洛阳为老人治病，入咸阳为小儿治病，用神医二字称呼他，看来恰如其分。扁鹊行医遇到了一针救人命，意思一进一个村儿，村儿开着死人去闷，跟他打了一个对面，结果呢，他发现这个管国的人没死，他说：“啊，命令太管国的人，你们撂下，那个人没死，是个活人。”大家惊奇，通过他说服，你们看一下，后边走，后边滴的血迹，这个血凭我的经验来说，就是鲜红的血，活人的血，不是腐朽的，死人血都朽了啊，腐朽的血，所以得让大家说服，打开棺子一针。在胸口把一个妇女下去，她是因为难产而死，小孩在管管叫声，大人救活，这是一针救人命，一针救人命，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接着来到了河北内丘县，因为扁鹊的大量故事发生在这里，这里的百姓与任丘的一样，世世代代纪念扁鹊。扁鹊的故事也就祖祖辈辈流传下来。最明白不过的是，人民心中的碑刻是永不磨损的。我这个药石，这两个这药石啊，就是有扁鹊，有七十回生之术。咱们这个桥啊，就是扁鹊的回生桥，就弄弄回生桥，哎，弄回生。这药石嘞，就说它有七十回生之本的，它的药。是，这是真，就是扁鹊，这是扁鹊的，一说故事上有这么一句话，说扁鹊好药石，能起死回生，就这意思。啊哈哈哈哈，对。这个字，带着刻的，这个字有，就是宁代万历年间，那个隋文帝啊，赵弘基把那个赵字啊取来的，刻的呀。啊。一天，扁鹊来到邯郸。正遇晋国正卿赵简子患怪病，不吃不喝，不省人事，满朝文武惶惶不安。赵简子得了一种大病，就是五日不知人，可忙坏了那个晋国其他大夫们。正好啊，扁鹊路过晋国，扁鹊被请去为赵简子看病，对症下药，三日病好。赵简子为报扁鹊救命之恩，将彭山一带赐给扁鹊。赵简子，此一彭山天是吧？对，彭山天四万亩。对，彭山就在这个山叫彭山，彭山天四万亩。四万亩，对。登基山曰彭鹊啊，现在就叫彭鹊。现在叫彭鹊。
后来秦国太医李希嫉妒扁鹊的医术高超，派人暗害了扁鹊。据记载，扁鹊遇难地点为今天的河南汤阴县福道乡，如今这里仍保存有扁鹊庙及其墓地。扁鹊遇难的消息传到彭山，百姓悲痛欲绝，几个青年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到秦都咸阳召回了扁鹊的头颅，葬于此地，并建庙祭祀。秦王庙，这是宋代宋英宗得一场重病，这相传啊，宋英宗得一场重病，西药为西，就是吃四年多药，啊没好，前一刀一手，前一刀一手，这个太医治不好的时候啊，他就到那个扁鹊庙求医，他打针到这给这个扁鹊见了面以后，在没有回到宫的时候，这个宋英宗啊病就好了，这个病好以后啊，他就会问扁鹊庙。四号神鹰，是时候寅一往上，寅好神鹰神鹰为好，这就是记载了那个当年赤峰的，哎对对，赤峰的情况，神鹰这个啊，蒙古人，对，元武于十月二年，岁次为未，重阳日，就是他演那个延南河北道的。提醒南南师，因病，也是因为病，那啃到一，就是啃到一。啃到一神鹰王庙啊，与人邂逅，最后与石英，所以上神鹰超满金，前开明哲西南神，气候五行十三组，拐子这说拐太子，拐子有缘，他有这缘分，有缘会诞生。累累累累山境天不扬，巍巍渺茫四方心，唯望赐我花长树，换得人间。河北内丘县的雀山祠里还保存着自元代以来的许多碑刻，这些碑刻全是纪念扁鹊的。新语资治篇记载，扁鹊在魏国遇到一个垂危的病人，当他准备给病人医治的时候，却被病人的父亲阻拦，说我的儿子病得很厉害了，我们将为他请一位好医生，这种病不是你能治的。他们拒绝了扁鹊，却请来了一个巫师求福请命，耽误了治疗，结果病人死亡。在巫术的烟雾仍然密布的春秋，扁鹊勇敢地公开向巫术提出了挑战。扁鹊有一个宣言，即有名的六不治论术，其中最后一条特别醒目，信巫不信医，六不治扁。这句话出自一位神医之口，无疑对天下百姓是个极佳的触动。拍摄中我们发现，全国各地的纪念性庙祠中以纪念扁鹊的为多，这是人民对扁鹊的真实评价。弥漫了数千年的巫术之风，似乎在人们心中筑起了一道厚厚的情感屏障。在诸子与医生们的合力冲击下，这道屏障开始出现了裂纹，而横空出世的《黄帝内经》则造成他最后的崩塌。《黄帝内经·五脏别论》指出，
信奉巫术的人不必与他讲医力，厌恶真实的人不必与他讲医疗的作用，拒绝医疗的人病必定治不好，就是治了也没有效果。上古曾有不少医书，可是由于历史久远已全部遗失，我们只能从一些古籍中看到一些书名或只言片语，只能用心灵用想象去感悟我们民族昔日的智慧之光。这里我们有一份极不完全的书目，大药、本病、五色、奇恒、脉经、上经、下经、魁夺、阴阳。这些医书无疑是《黄帝内经》最为直接的医学理论前驱，可惜已全部失传。他们与诸子、与众医生们一起呕心沥血地做好理论准备之后，便肃立一旁，默默地注视着中华大地之上一个伟大奇迹的发生。《黄帝内经》诞生了，一部集前人哲学、医学及民族智慧、情感、灵魂的生命巨著诞生。这个《黄帝内经》，它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它的成书呢，虽然现在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是比较一致的还是认为是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著作。当然这部著作呢不是什么一个人的著作，而是集中了很多医学家在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而撰写完成的。他所总结的这个是在春秋战国，包括春秋战国以前，可以说三五千年的医疗历史的许多个医学家的经验总结。黄帝内经诞生了，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华医学摆脱了巫术的束缚，走上了独立的科学的发展轨道，标志着中华医学最终形成和确立。从此中华医学便有了一部神圣的理论纲领。黄帝内经创造了中国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中国医学史上可以说是第一个里程碑性的著作。它在医学理论和临床都是一个奠基之作。这两个专业里边是大部人类学术，它也起源于黄帝内经。所以到今天来讲，我最近这个写些东西，反复就看了看关于内经的东西，那么还是有很多新的体会、新的认识。